历史已经都有了吧？您本应该才是相夫才是。果然相貌也好，谢皇额爷爷夸奖。笑得这样天真烂漫，在家的时候八灵王一定很疼你吧？皇后娘娘说的极对，臣妾的父王有好几个儿子，却只有臣妾一个女儿，父王最疼。这外边风雪这么大，你身子一直不大好，快出来啊。臣妾偏要来，免得让那几个小人以为地风宫怎么了呢。都是干额娘的人了还这般脾气。臣妾的宫里新制了几道小菜，都是暖身补气的，冬日里是最好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跟一位姐姐用膳吧。好啊。